如果你真有出家命，那你现在的修为应该已经跟别人有所不同。那是因为你过去有修，所以你这次，哎，你又因为自己的意愿，所以还没来之前就说我要再出家，对不对？世世修行。那你跟人家不太一样的时候，那你应该在你做功课的时候，你真的奉这个佛陀真招，你再去也不迟吧。那佛陀怎么真招？哎，你可以修到佛陀跟你说可以了，像赶快去哪里出家，那就去出家吧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比较有凭有据嘛。那如果那个算命算错了呢？刚好算错个时辰，对不对？本来是什么好命，对不对？一说是出家命，对不对？那你应该要自己 verify， 是不是？好，所以现在还是得自己来。好，很多事情你要有一个正知正见，然后你一定有什么样的特征？你是出家众的命，你一定有特征。好，那这个就像这个特别啥讲的，跟红尘中你该有的职业不干了，角色不演了啊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清高，然后就开始说，哎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得好好的去找我的修行路，然后刷一下就。第一个，你制造社会问题，对不对？全部人都去出家了，谁来做这些事啊？谁当农夫了？有些，如果以前不是有一个从萨克曼头来的一个人吗？他说那个师父跟他讲说，你现在一定要出家，你出家的意义比你在家做一个母亲还要重大。对，这对吗？不对，他已经是母亲的，是不是？那你丢下你自己的小孩，那你小孩怎么办？你搞不好下辈子还要还你小孩的债。所以 Teresa 赶快追到 Sacramento 去找到那个师父，给他去上一课。我那时候听的时候，对，我还今天想的，我还想到了，赶快去打听一下，看是哪个师父给他上一课。你今天没有结婚，你没有小孩，你没有什么，你怎么可能放下你现在？所以有时候啊，你不要认为穿着袈裟的人就比较厉害。对，啊。啊，有些那些小沙弥一穿的一套一上这服装一套，哎呀就觉得哎呀不得了了，都是师父。他到底是哪一个阶级你不知道，但你听了他你一生就毁了，对不对？你说那个母亲好好的子女都没成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去出家了，然后呢那个小孩身心不健全，将来又惹成下一个社会悲剧，对不对？那当时那个师父叫他出家，那时候我已经跟他说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说那个师父叫你出家，因为他的庙里面没出家众嘛，所以多几个来帮忙一下嘛。那你不出家，你怎么会每天死心塌地的待在庙里呢？那就叫你出家嘛。所以这些东西将来都要还啊，他还不完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也不要认为出家师父都比较厉害，但有些出家师父的确厉害。有些、哦、所以是看每个人修为、哦、所以这个不可以乱、哦、你在今生、哦、你应该做什么样的职责，如果你已经做到一半了，你就不要说、哦、你太崇高，然后就把它咔嚓一下断了，然后去做你那个不负责任的后面的那一段。那这个以后呢，搞法是要成倍的还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很累吗？是不是？啊，就像那这刚刚讲的，现在这个时代，你要在家，你心清净，那也出家了嘛。